绩优保送，预先规划，提早关注。目前保送的一个管道是针对参加国家的一个技能竞赛，还有全国相关的一个技能竞赛入选国手的资格。那这样子的学生，他的一个针对我这样子一个针对专业知识方面有这样的一个技能的这样的学生，给他开了这个管道，他是最符合务实自用的一个原则。我们光以人数来讲我们从101年到110年，整个绩优保送的一个名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101年是633人，到110年是下降到204人。为绩优保送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特殊性，他必须要投入长期的训练，尤其在他高二开始投入训练的时候，就应该要让这些孩子知道，他未来高三的时候保送的名额有多少。